据台湾报道，双胞胎女团 By Two 拥有精致外貌和精湛武艺，但姐妹俩的五官变化及化变绯闻更能获得讨论及关注。她们日前接受台湾媒体快问快答提问，面对默契大考验及时事大会考的拷问，显然招架不住。姐姐优米更大爆自己与妹妹优米的敏感带，让优米当场傻住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By Two日前接受快问快答提问，俩人交互回答问题，检测对彼此的了解程度。 Miko 先说优米受不了别人说他你好胖，被问到优米的敏感带在哪，他马上回答脖子，让一旁优米听到吓傻，转头问他你怎么知道，结果 Miko 笑说应该是吧，跟我一样哈哈。姐妹俩害羞的敏感带位置意外曝光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